老师啊，我们是不是又要搬家了？不会了，同大千川，李庄欢迎，一切所需，地方供给。我在想呢，今年李庄这酒又酿好了，抗战也就要结束了吧。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来，你们还是不打算到美国去吗？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可以走吗？这客厅后面不就是长江吗？再说呢，他能舍得这杯乡愁吗？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，这块金表拿来红烧。为什么选择我？答案很长，我得用一生去回答。你准备好去听了吗？